做爸爸妈妈想想脑筋的，就是要帮这真幼咪咪的婴仔来洗身躯哦。做这病院台中分院研发了专门为这新手的爸爸妈妈所设计，为这红婴仔来洗身躯的刹车，刹车顶头准备了各种洗身躯的用品。由这护士塞到病房内底来帮这小朋友来洗身躯，各家新手的爸爸妈妈，让因会当回去处理后，马上就当真顺手。护士甲搭着高水多案粉红色的车塞入去病房，这台车顶悬有面桶啊、面巾、洗身躯的用品，各有两个粪扫桶。这是微带那个洗完澡的时候，微可以丢在这里面的。这台车就是组织病院台中分院发明的小菩萨蓬蓬车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噔噔噔噔。洗身躯进前，先帮红孩子量体重，开始洗身躯啊，先把面巾捂落蛋，轻轻啊擦红孩子面，目睭甲耳孔四周围嘛爱擦清气。慢慢的把先洗头，然后沐浴乳一些些就好了哈。洗澡要推回去婴儿室，那这时间就会拉长，把这个婴儿跟妈妈分离。那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主任啊，哈，还有护理长他们就一起讨论说，怎么样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留在妈妈的身边，哈，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关爱跟温暖。林正喜林太太结婚七年外，第一本做爸爸妈妈。当爸爸真的是很开心，虽然说只是洗澡的一个动作，但是跟他一起参与就很开心。学会了吗？可能要多练习几次吧。每天看着他就很开心、很满足这样子啊，然后不希望错过他每一个动作。住在病院台中分院发明的小菩萨蓬蓬车，让爸爸跟妈妈会当每一分、每一秒拢甲心肝宝贝做伙。上重要的是知影要怎甲软哥哥的红孩子洗一个胖胖的蓬蓬澡。台新闻黄景、李月维台中报道。